較幸運定係點樣咧？唔知啊，咁贏咗馬入到位置仲係幸運係咩？係咁啊，大家咧就可以碰碰運氣啦。咁我哋第三場賽事之前咧，會再次邀請 Andrew 上到嚟嘅喎。好，唔該曬，咁啊祝大家好運啦！我哋第三場賽、第二場賽事之後再見。多謝，最多話真係我梁家長。